我是妮娜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完成自然大调式音阶。今天要在剩余的五个黑键上来完成自然大调式。首先第一个降 D 大调，第二个降 E 大调，三个降 G 大调，第四个降 A 大调，第五个降 B 大调，想更好的把这五个自然大调式完成的更加的清晰与快捷，妮娜建议你固定指法去进行练习，这样你练起来会更加的轻松，更加的高效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